市里有很多这种年代比较久的那种，好像废弃的厂房啊或者楼房建筑，进去我发现里面有很多那个并非现在这个年代的一些物品啊。未知的环境其实很能激发一个人的前往的那个欲望。Mickey Tang is one of many urban explorers in China. The activity is known as urbex, and usually involves exploring abandoned man-made structures. Mickey took us along when he explored one such location, an abandoned film studio on the outskirts of Shanghai. 上面写的是国民革命军第18军98师，跟这个其实做的挺逼真的，塑料的。 这是拍戏用的那个假人道具呗，这其实大晚上看到挺瘆人的。今天这个环境其实是可以称得上废墟，因为它是没有人看管，里面是没有一个人的，而且进入都很随意的。 有些废弃的地方呢，它可能是里面有一些它本身厂里或者企业的一些东西啊，它会派那种安保安就会看守。上海就是这种超一线大城市里面，废弃的地方其实并不多，而且有些废弃它只是短暂的一个废弃过程，另有他用的话，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拆掉，造其他建筑，还有。 一些地方它是不能拆，它可能会重新翻新；有些地方它今年来可能还在，明年去可能就没有了。Tang once was just another Shanghai office worker, but after exploring an abandoned mansion in 2014, he was hooked on urban exploration or urbex. He gradually spent more time on explorations, and now. Some of his income comes from live streaming his adventures to an eager audience. 直播探险的时候会再进行一下网络直播，网友就更贴近的，不仅仅看图片，他可以通过现场直播，对吧？跟你同步的进行废墟的探索。什么情况？直播跟不直播，心里又是两种感觉。 因为直播的时候，你会觉得会至少，这个手机里面有很多弹幕或者有很多人在陪着你，跟你讲话。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种大城市嘛，多多少少平时琐碎的事也比较多，就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啊。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探险能解压。探险它这个活动啊，是属于小众活动，所谓的这个探险圈子啊，它比较杂，每个人探险他有他的目的。我的规矩呢，就是说我在网上发我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但是，相关的这个地点啊，是基本上都是隐去的，因为有些地方它一旦被人 曝光以后，它这个地方就会有蜂拥，很多人都会去，导致有些地方就是说，本身它里面有很多物品，很多人去了以后就会顺手牵羊去拿废墟里面的东西。这个是摄像记录本啊，场数、镜头、次数。我自己能保证，我自己是从来不拿 废墟里一针一线的，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探险，我不是收破烂。